夜青夜龙啊，迷你的啊，他没写几口，就是刚发出来的嘛。对，要种，如果真的要种就拿这个来种，小颗的来种，来种，种到大大颗这样子啊。嗯哼，你是说没有办法顾这么多，是没有那么多空间，他说尽量买小的慢慢种到大，有时候观叶的我们楼下可以放卷心书，卷卷的来看看有没有银杏 啊， 买一颗来种小颗的啊，对，放在我们的水缸旁边就是银杏湖。我对多肉是比较没什么兴趣，看了就差不多了，因为我觉得，对啊，我觉得多肉都长得差不多，就是颜色不一样而已。我们没什么天分啊。不是没什么天分，我觉得多肉照起来比较没有成就感。哎，迷你的沙漠玫瑰耶。
紫锥花啦，这海边最多了，天人菊。够热也好看啊，天气够热啊。现在这个季节都是啊，海边都是、啊。够晒呀。鲁冰花长这样子，没错啊。这名字太可爱了，葡萄吹雪，观音坐莲，再跟它莲花了。这盆好看吗？好看啊，四盆一百，好，三寸盆的是三盆一百。一盆90，多肉植物。它这边没名字的都是写多肉植物啊。太阳仙人掌，这是什么？这有长刺哎。白马城，这是沙漠玫瑰吗？不是哦。不知道，不是啊，不一样。嗯，有长刺哎，长得好像哦。这一根狼牙棒要700。700，这一根700，这沙漠玫瑰吧？1000，长成这样也不容易哎。有，啊，这个1000，那我叫那一颗那么大颗呢？那个、哦、冷青，龙舌兰哦，这一颗要600哎。两颗都龙舌兰啊。嗯。来。嗯哼。你不是要买那个水芙蓉布袋莲？哎，水芙蓉一朵是40块，布袋莲40。一叶莲40，什么是一叶莲？其他浮萍是40，菱角哎、欸，他要卖菱角，50。啊，大溪落雨松，他那个河边很多这个，这有在卖、欸，这多少钱？没写。600。这个要700。那什么？观音莲。他就写观音莲700，慢绿了。哇，这海棠可以长，这是海棠吗？巨无霸。叫积水凤梨，它里面会积水哎、欸，100块，120，这个可以。墨脱，嗯，有刺哦，叶子这么大哦。嗯哼，墨脱柠檬100块哎，很便宜哎。对啊，不知道什么叶子这么大，你没看到？他上网查，迷你芭乐哎、欸。苏锦好大颗哦，一盆160。这扶桑花300哎，黑紫色的。红队长320。这是很漂亮。真的很漂亮啊。啊。它开满像那个朱丽叶的那个花一样。嗯，还没开满的时候是这样，想买哦？因为我们没有红玫瑰啊。我们有红色一号，野玫瑰。那个不够红吗？嗯。珍珠拔，酸呀！这买回去就水果吃的。白色蓝雪花哎。买。真的哈、哦。对啊，白色的、啊、这个、啊、这个哇，这个你确定那个白的吗？哦，好吧，买回去然后又紫色，好啦好啦。对啊，你确定那个白的吗？嗯哼，啊、好啦好啦，你要哪一颗啦？这我们家有啦，这开起来真的很漂亮，可是它很怕水，一下雨它就掉花了。向日葵不是一支的吗？最后呢，我们买了两盆，一盆是白色蓝雪花跟红队长玫瑰，一盆是320。
然后白雪花是120。红队长是小型的玫瑰了，这个。哇，好鲜艳。嗯。真美满。好幸福。裤子小义工牛看看甲北京嘛是牛，也是一种单纯的快乐坚持。这是公牛园。这里公牛公牛，这家拢牛。逛完了美丽花市之后，我们前往附近的景点龙禅寺。不像庙的庙。嗯哼。不像寺的寺。这里好漂亮哦。之前来还没这个。腰部运动。头部运动。晴天触地，来跟他一样。来说起你的小腹来，这边呢，扭腰甩手，好，下一个，这个呢，甩手，屈膝，就是这样，不是脚要弯，脚要弯，你不对，弯，对对对，很棒，来下一个，这个呢，转腰画圈，哎，来，好来。好，很棒，下一个来，这个呢，膝部运动，这我们小时候做操的时候都要这样，这样子，对，噔噔摸来摸去，噔噔摸来摸去，这个是左右。